大家好，国庆反国致敬团授旗典礼正式开始。我叫罗秀娟，我们现在来用掌声来欢迎109年双十国庆筹备会主任委员何宜中来为我们致辞，大家掌声欢迎，谢谢。世华美南分会洪良斌会长，华侨侨联总会美南分会李银霞会长，经文处陈罗处长，侨教中心陈主任，以及各位贵宾，大家好。非常感谢世华美南分会以及侨联总会美南分会在COVID-19 疫情这么严峻的情况下，仍然坚持组团回国向我们的国家致敬，参加双十国庆。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致敬团呢，能把我们休斯顿全体侨胞支持政府爱国爱乡的心意带回台湾。那也把我们的对我们国家的祝福带回去。在这里呢，我祝所有的团员们，反国致敬团的团员们旅途愉快，平安，收获满满，谢谢。好，谢谢我们的主任委员何宜中给大家的祝福。我们现在呢，接着要邀请驻休斯顿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罗富文处长致辞。我们罗处长是新刚刚来这边旅行哦，所以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罗处长。何宜中、何主委、各位社团负责人、各位这个自己。这两个华侨救国联合总会美南分会的团，还有工商妇女协会的这个团，那非常的感动，就是说在这个疫情这么艰困的情形之下，各位仍然不计较这样子的一个风险哦，仍然组团搭机返国向国家致敬哦。我仅代表政府啊，向各位致上最崇高的敬意，那也希望各位在搭机的过程，还有在台湾的活动当中，仍然能够注意自己自身的安全，尤其是防疫的一些规则。虽然现在台湾的疫情没有像美国这么严重，但是我们的国民啊，还有我们的社会啊，对这防疫的要求非常的高，我相信大家到那边会有所感受。那我也借此啊，就是说希望大家安全健康第一，然后有机会多多在台湾消费，让我们也这个机会啊，能够促进我们台湾的经济，然后能够有这个机会多看一下我们台湾。我们现在台湾也有很多新的东西，有很多新的这个发展，也希望大家这个在台湾的时候 enjoy your trip, enjoy your stay in Taiwan。好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谢谢。谢谢。好，谢谢我们罗处长对我们的关心，对我们侨胞的关心啊。那我们当然非常欢迎他来到我们休斯顿这个有点炎热的城市啊。接下来我们请休斯顿华侨文教服务中心陈义芳主任为我们致辞，大家掌声欢迎，谢谢。何宜中主委。我们的 Victor 副主委，还有我们的处长，还有我们两位李银霞会长，还有洪良斌会长。那今年疫情严峻呢，各位还会不意为疫情呢带团回台湾支持中华民国，让我非常的感动。尤其我们知道回去要隔离14天，自主管理7天，换言之您有21天行动是不自由的，在这样强大的限制之下还会想回到台湾，让我非常的感动。那谢谢你们，由于你们回去呢，可以把我们对国家的祝福，把我们对国家的期望都带回台湾。谢谢您，也祝各位大卫呢一路顺风。好，谢谢我们陈主任。
就是说希望我们这些反国自进团的人员呢、都能够防护自己的健康啊、好，谢谢。现在我们特别来邀请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名誉总会长，也就是我们休斯顿的侨务委员李淑英来跟大家致辞，大家掌声欢迎，谢谢。罗处长，还有陈主任，还有和筹备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还有我们的梁斌会长，还有我们的银霞会长，各位贵宾大家好。一个早上都被这阳光照得非常的嗨哈。那在这里呢，我要说，因为处长你是有福气的人，太阳来了连台风都不来了哈，我们是抓了蛋可是都没来哈。那再次我要谢谢我们主任，有你这么美好的地方哈，让我们这个1909年的那个国庆筹备会啊这样隆重的开场，真的是以我们台湾为傲啊，有这个地方。那这一次就是要感谢你们两位两个团体要回台湾去庆祝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庆，在这里也是祝福大家一定要平安健康。那也多看看那个台湾呢，也介绍我们休斯顿，把侨胞的心意都带回去，谢谢你们。那也要记得去参加世华的世界年会啊，今年是10月18到21在那个不是那个不是小巨蛋那个 Howard Maria 台湾的，我不知道中文好。那目前有500个人报名了，35个分会，也是很不简单哈。所以在这里再次的祝福大家一路平安，祝福我们的国家国运昌隆，国泰民安，谢谢。好，我们谢谢李淑英侨务委员，同样的在宣传我们的中华民国台湾啊、那我们现在要请这两个致敬团的团长来致辞啊、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美南分会，我们的洪良斌会长来，请出来致辞，我们掌声欢迎，谢谢他。谢谢秀娟，我们的主持人，罗处长、陈主任，何怡中、怡中主委，Victor 副主委，以及李淑英名誉总会长，以及各位的侨胞、各位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庆祝中华民国国庆，我们世华美兰分会表达对中华民国台湾的支持，所以有今天的反国致敬团。我是这个侨联总会美南分会的会长，这次这是我第五次回国致敬团。我们现在授旗仪式正式开始，我们来恭请罗富文处长来先列席啊，然后呢，我们现在请工商妇女会的会长洪良斌，还有华侨救国联合总会美南分会的李银霞主任委员列席好吗？请我们记者准备摄影，谢谢。
会长要挥一下旗子哈，来庆祝一下，我们要返台湾。好，摄影记者都已经在拍了哈，处长要站在中间啊。主任，你要不要站在中间呢？对啊，主任，可以了吗？那我们现在呢，要开始照团体照。我们恭请我们的经文处罗富文处长、侨教中心陈义芳主任、侨务委员黎淑英，还有我们的最重要的是双十国庆筹备会主任委员何宜中哈，全部都列席好吗？我们要照团体照了好吗？那个洪良斌，你也赶快站过来哈，你也赶快站过来。我们现在要照团体照啊。哦，还有我们的侨务委员张世勋啊，也在现场，以及我们的副主任委员李世威也都在现场，好吗？那我们的侨务委员陈美芬也在现场，都一起出来，大家一起照一个团体照啊，没关系。